大家好，我是 Mika， 今天来到吉祥寺的猫猫咖啡，不是为了玩，而是要做一日店员啊。换了制服啦。我本身以为只是跟猫猫玩下捧下餐就得噶啦，但原来在这里打工是要在短时间之内完成收银、准备猫猫嘢食、喂猫铲屎、收毛抹台、落翻上床、洗厕所等等等等等等，真系比想象中忙好多咯。最期待应该话系最有信心的工作，应该就是照顾猫猫啦。帮佢哋梳下毛啊、清洁啊、铲屎咁样。因为本身屋企都有两位主子嘅，咁我就谂住，今次一定掂啦。生日 party 嗰阵，你负责啲乜嘢啊？好嘢做。我从来都唔知道我系咁中意做嘢嘅咯，冇嘢做扮有嘢做真系好痛苦。好彩个 party 快啲完。Thank you please。而家準備去落單啊，好緊張啊，因為全部日文啦，跟住有好多卡特卡啊，跟住然後又唔知啲掣點樣撳啦，希望千祈唔好出錯。我要ポテトとポップコーン、チューリップ一つ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ちもちトック一つとコロコロいちごのパフェ一つと猫のおやつ一つ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はい。真係好開心。整個自信翻曬嚟，好想同阿媽講我 book 咗啦。想買寵物用品嚟京安之電堂就啱曬啦 ！Download Like Japan App， 揀京安之電堂優惠券，最多可以享有高達2000元優惠噶。我覺得好 impress 嘅就係，原來呢度每隻貓嘅貓糧種類同份量都好講究咯。不會為了慳錢就俾啲血食佢哋，而係真正為佢哋嘅健康着想。一間好公司除咗睇佢出唔出名、賺唔賺到錢，佢點樣對佢啲員工、佢啲貓貓都好重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訂酒店長英 Light Japan。